协作会议简单来讲就是一个集思广益的过程，在这个集思的过程里面，我们把各个不同的方面的利益关系人对一个案子里面他们手上有的事实、他们的感受，这些都加以对齐，把它集中起来，在集中并且聚焦之后，我们就找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某种价值。过往人民的意见都是透过收短信箱比较多，报部长的或是我们中心的，那这新来都是透过承办同仁做分案，分案完的时候由他们收集相关的资讯，签办成核，然后成核完我们批定，然后就回复当事人。因为我们以前会议的话大概都是针对公务机关自己在针对问题在研讨，那时候同仁跟我讲说会开协作会议，我现在要写什么做，我一开始想说可能就是去听长官讲一些话，那看我没有什么问题就回应。我要提出一个合理的方案，或许不是最好的，但是能够让政府听到我们的声音。以前的方式会在 PTT 或者是爆料公社，通常我们遇到的舆情啊、陈情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资讯不是很完整，单方说法。对对对对对，单方说法，这个是一个大的问题。我们以往都是只透过内部的一个程序，我们就把解决方案定案了，那这个解决方案又不见得是对民众来讲是最好的。我们试着找到的解法并不是一次性的解决某一个人的单独的问题，反而让其他人获得了一个不利或者牺牲，而是说对所有人都至少没有害处，而且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解决方法。我还蛮惊讶会请到各方面都有连接的人过来，这样真理越变越明哈。随着说我们各方人马在这边哈，包括公部门、民众，大家真的讨论完，都说明完哈，大家就知道说什么样是最正确。真的意外服务的这段再做一些补充哈。那这个东西的讨论会比较不是说过去很多政府议题或是很多东西的讨论都是小众，比较多方利害关系人。大家针对民众的提案来怎么讨论这个问题，最具体的成效就是在每一个部会现在都有一些开放政府联络人，这些朋友们呢就像媒体联络人、国会联络人一样，是专门针对这些5000个可能快要上街头的在网络上的朋友们直接进行对话。有一些人会想说和政府高官提这些案子根本就没有用，那时候接到电话第一个想法是会有人打给我，对，然后就有点吓到。5月的时候就看到板上一片的骂声，就所有的那个 UIUX 的朋友说这个什么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我就算提了这些政府也不会改。然后我就想到真的不会改吗？我其实本来预期是我应该要打很多关才能够碰到要去改变这件事情，找到跳关的水管。对对对对对，就是马里奥那个概念，就我怎么跳到这一关了。最深刻的是突然接到你们的电话，而且说下来恒春，我们小组可能有人眼泪都掉出来了。这是我们当初在会协作会之前，我们本来是预估说，或许提案人他对这个案件的诉求，他语言上会比较强烈的。那结果开会的时候，我觉得双方还是蛮平和的在讨论的，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friendly， 而且让大家展现热情而且非常民主的一个程序来表达彼此的意见。我们就发现两件事情，一个是说真的大家可以平心静气把事情讲清楚，以及第二个常常骂得最凶的这些朋友们真的比我们专业。陈立夫可能就有点怕怕的，对，就说我真的要改这个东西可以改吗？然后他不太敢下手，然后民众来就是完全的相反，是我可以改这个好棒啊，你要改成这样啊。我不知道是不是算是直播，就是线上也有人在同时在 join， 那也同时在提供意见。可你要知道民众走进政府是不容易的，你去反映问题是不容易的，而且你的问题要被形成政策那几乎难上加难。协作会里面并不是只是让公部门的语言让民间听懂，公部门同样也要听懂民间所使用的语言，这是一个双向的转移的过程，所以在最好的时候这可以促成一个新的合作关系，整合各方的力量，包括民众、政府、协界、社情都进来，那这是大家共同看到出来的结果，这样我们就比较对外有说服力。
我们跟民众一起协作出来的东西，那被民众接受了，而且民众也觉得也看到政府的努力跟政府之间跟民众互动是良好的，那我觉得这个是跟民众互信是有一个正相关的一个关系。如果你只看60天之后，就是各部会的综合回应的话，就会发现说，哎，跟本来的施政方针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也就是说，虽然这个方向是大家都认可的，但是有没有因为这个协作会议而多 push 一点呢？我们从综合回应里面完全看不出来。Join 的来监督的部分跟提点子部分的互相连结，我想就是下一个阶段我们把课责这件事情让大家更容易能够看到的最主要的一个方向。